早。这有好多毛病，你们自己挑一挑贴自己身上。哎呦，这好像就给你量身定做似的，只要有毛病都贴身上。大哥，你全拿了得了，你还活着不容易啊。来来，给社长贴上。我俩准备了五个套餐，先付费后服务，这是中国传统的哈马拉哄七式操，用动作来把音符演绎出来。这个有点难。 DJ抓个币。我为了我们团队的尊严。尊严你有这东西吗？我需要尊严。我这边我跳跑，我从此退出电影圈。累了，拉了，指定拉。它就是命，该来的自然会来，抢也抢不走。啊，这个好舒服哦。哎，你们店这服务真不错。这个最不能接受别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？说我人。这真的假的？跟音乐有。大多数人是我们眼中的少数人，还是我们是少数人？从开山鼻祖一直走到了今天，现在我们很也想了解你现在的现状。最近那会儿其实也是在录节目的时候，对节目的一些结果不那么认同。在超感性电音的大楼里，有一家神秘的空间店铺，有料电音社。在这里有着最奇特的养生体验，最让人放松的店铺环境，最有趣的社交体验，以及最专业的电音科普，还有最有料的电音故事。有料电音社也是各大电音制作人们放松身心的秘密空间。在这里，电音人们暂离喧闹的环境，开启触电社交模式。本期有料电音社将迎来第一批顾客，本期五位音乐制作人将在这里体验按摩这一项传统养生项目。但有料电音社采用特殊的付费模式，只有完成挑战才能成功付费。五位初来乍到的音乐制作人是否能顺利完成付费，享受到养生体验呢？你好，你好，来来，各位嘉宾，来这边请，这边请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有料电音社。我们呢，主要就是，替你们调理调理。这样，这有好多毛病，你们自己挑一挑，找一找感觉，贴自己身上，好不好？来看一看，看一看。来，我先把变秃了给我。哎呦，这好像就给你量身定做似的。来了，自带游泳圈，只要有毛病都贴身上。好嘞，来几步测完，走两步就喘。大哥，你全拿了得了。大哥，你还活着不容易啊。2000 years later。因为呢，这您今天来这五位男宾，就是是我们店的这第一波客人，就是我呢，我不配招待你们。嗯。一会儿我让我们社长过来亲自招待你们。多谢，多谢。那我哎，好嘞，那我先请社长，别着急，一会儿再来啊。我先告退了啊，哥几个，你忙着啊。您辛苦。哎，有请社长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这个有料电音社啊，初次见面啊。哎呀，我也介绍一下啊，我呢没什么身份，就是在业内还算有名，在养生界呀、啊、这个基本上是就是如雷贯耳吧，大家呢可以叫我这个社长啊。好的，社长。咱都认识一下呢。好呀好呀。您是我是 YBeats 的制作人于思源，来自北京。哦，孙老师，欢迎啊！我是 Baker 白迪，来自于团体讲究制造。我是来自讲究制造的雷长航。我是杨真龙，叫 Master A。龙哥，龙哥。